各位哥哥姐姐早安，今天又来到新货介绍了。这个星期开始大陆中秋节呢，我们的店也是开始忙碌做什么呢，就是要做送礼的水果礼。所以哇，满满的送礼水果真的是样样都看到流口水。这对日本高级水果都是我们亲手自家和日本要求和选购回来的上等货，哇，看到流口水了。每一样都是很吸引人，每一样送人真的是太大看太得体了。好，然后我们这两天还有到一批新货，然后陆陆续续下个拜三也是有到一批新货，所以要送礼的抓紧时间，趁我们的来货新鲜，来新鲜送出去，包你不会翻车。哎呦，这样子看的是太漂亮了。好，老板娘在忙什么？老板娘你在忙什么啊？看来哦，今天老板娘应该是忙着接单，因为很多顾客他们送礼有特定要求。顾客的要求都是budget 啊，肯定 budget， 然后里面要有什么水果，然后颜色方面，颜色的搭配，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祝福的贺卡啊， background 啊， design 啊，然后有一些可能是corporate use， 就有自己的特定的需求咯，所以他们会给我们他们的 design， 然后我们再帮他 print 出来这样子咯。然后原来很特别，就是连粒数都有讲究啊，就是在那个礼篮里面要有多少粒东西，这样子也是有讲究啊。所以送礼的单呢，细节整个开多了，我们整个是要一对一跟你对，然后做好的成品也会拍一个照片给你，确保你 OK 我们才会发货。然后还有的就是corporate 给的嘛，就是可能有十多个地址要送啊，然后 delivery fee 那边我们尽量可以调整一下咯，因为同一条路线的咧就会比较便宜一点的。哦，就是好像一辆车，我安邦有三个地址，就去三个 location 啊。那种呢就很便宜而已，可能如果你单单分开安邦的话，10到18块有的，然后如果你三个一起的话，可能30块就可以搞定了。哇，这样子干嘛才松也是一个很不错省车费的方式啦。然后再来就是很要注意的，就是他们的 receiver name 啊，电话号码还有地址一定要准确咯。好了，其他东西就是私底下 PM 再询问咯。哇，这里刚刚到了一批北海道蜜瓜。之前我们也是有介绍过的，配合今天中秋节来货呢，哇，好美丽哦。这个是五粒装的。哇，圆圆的哦。对，很饱满，这个一看下去就知道是很甜的。我真的是很甜哦，看着都甜了。而且如果大家收到开始收水的话呢，证明说是已经是很够甜了，已经可以随时吃的，就是刚刚到的，再开的，哎呀，快点开，开不了，累死了，哇，这个更大力哦，是哦，平均一粒果重哦，这是小的，大概1.6。大的那里1.8多，大概1.6到1.8，相差200g。当然了，谁先下单就谁先抢到大力的特别福利。然后刚刚到的这一款也是跟北海道蜜瓜一起来的，它是什么呢？西藏尤巴利蜜瓜的 chocolate。 哇，西藏这个蜜瓜的周边产品真是太多了，如果之前抢不到它的蜜瓜呢，这次就抢它的 chocolate。截止日期2022年7月30号。然后看每一个蜜瓜，我做个很精致，连它的头啊，它的网纹啊，还有它的里面的。哎呀，看到这样辛苦开呀、啊！呀一看到零食啊，就忍不住了。哇，你看它的那个钉也在耶，它的那个框。对呀、啊，也是在。然后看一下里面，我跟 plastic 有仇。你收藏是吗？开一个糖果纸袋我开不到。哎，我要开两粒，我要开两粒，我要
哇，我开两粒啊，然后我把它接在一起，这可以骗小孩子。Baby， 你看这里有蜜瓜刺哦，你看它的孔也有哦，网纹也有，然后你用那个刀这样子，哎呀下去，哎呀，哇，有蜜瓜肉了嘞，然后你可以用你的那个 baby 的汤匙这样子挖挖那个蜜瓜肉。这么小的蜜瓜肉，就跟你给我讲到这样。是啊。哎，它会不会很奶啊？它不会很奶，可是它还蛮甜的，是吧？嗯，哦，你讲蜜瓜味啊？哎，也不会说太甜哦。是，当然小孩子 OK 哦，可是很香蜜瓜味，那蜜瓜味真的很香，它个香味。它巧克力很香哎，它不会像我们洛克那种巧克力油油这样子。真的很像吃这蜜瓜一个感觉，那个香味啊。好像吃着整粒油巴粒一口这样子啊。嗯。它真的很香哎，不会有那种药水味。